学什么智慧？或许讲到这边就是要让人家来开智慧了啊、哦！来，如何开启本自具足的智慧？智慧每个人身上都有，如何来开启呢？人家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行万里路不如什么？阅人无数，对不对？阅人无数不如什么？迷失之路，迷失之一条路，让你少走很多的冤枉路。好，各位，今天10月22号，我们呢在这一天呢，我们会举办大理寺开智慧啊点心登记祈福活动。好，各位注意一下，这是我们晚上的哈，我们礼拜天是白天，礼拜六是晚上的。好、哦，晚上的时间点心登记是非常那个 feel， 你知道哈、哦，那种感觉也很好。那么我们看到这两位啊，这妈妈带着这两位哈、哦，她的儿子哈、哦、也来参加点心的。本来杜他是我的崇明分班哈、哦，在台南市东区崇明国小。杜他的时候他不愿意来，他以前求过道，他说就不太愿意。那我跟他分享说，其实你要帮助孩子开启他本来这具足的智慧，哦，智慧每个身上都有，但是你要最容易是帮你打开一本是具足智慧。孩子他任何地方有什么问题，他会自动去做修补的动作，但是你没有开智慧，你没有把它开启，他就没有办法去自动修补。你要启动这个机制嘛？哦，妈妈说真的吗？说你就是姑且信之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妈妈就来参加了。后来发生什么现象呢？等一下让各位看一下啊。来，那么呢，我们点心跟祈福活动，那么我们来开智慧，参加这个活动非常好。我们会送你什么呢？各位会送你智慧膏，我们都会供在这个佛前哈、哦。智慧膏让你智慧都很高。还有呢，我们会让各位来喝智慧水，让你的智慧像泉水一样源泉滚滚。还会送你什么黑白笔，让你孩子是非分明。送你还有送你有的福袋，还有送你平安果，让你读书有成果，大人事业有成果。还有呢，最重要的，我们中国人的最强调说，哎呦，哇嘞，五行当中看丁，我命中缺金、缺土、缺水、缺什么，不用担心。我们的福袋里面有5色珠、5色线，都帮各位补好了。不管你命中缺水、缺金、缺什么，里面通通都有，都不用担心。帮你五行不足的地方，全部通通都补足了。这些都会在我们这次的活动当中送给各位，好、哦，让你整个健健康康、平平安安、顺顺利利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说点心跟祈福活动之外，我们还有抽吉祥话。哦，我们有印了大概100多种的这个100-200种吉祥话在里面。那么呢？你点了啊，就是我们点心的时候会念祈福主导文，那么读完之后，我们最后会让各位喝智慧水，再去抽吉祥话，抽到吉祥话代表你这一生的运势，屡试不爽。刚开始我们是给小朋友去抽，那么或许在。